老王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今天替班。陈向东呢？向东好像得罪什么人了，上厕所向人揍了一本砖。真的假的？这事还能说瞎话？揍的血红脸拉的，吓人着呢。医生说呀，可能是轻微脑震荡。领导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昨天你喝多了，我把你送回去。回家之前去没去过林业局家属院的厕所？去没去过？去跟他道歉！我再说一遍，去跟他道歉！我不去。你。信不信我拍你啊？不用你拍，我自己来。我的命啊！我们之前就怀疑老爷子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，现在已经基本上确诊了。这是什么病啊？是老年痴呆，开始会对当下的记忆逐渐消失，随着病情的恶化，到最后会把过去的事情也都忘记。他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？你们太忙了，他儿子也都没来看过他，他一个人在这儿特别的孤单。你们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多来看看他吧。师傅，你看什么呢？两只鸟在说悄悄话呢。我怎么没看到啊？飞走了。哎，不要难过，鸟儿还会回来的。我，给你做了件衣服，你试试。衣服啊，来，新衣服，新衣服，哦，新衣服，嗯，好，好啊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好。师傅，你坐下。嗯。师傅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上台的时候穿错了戏服，差点忘了唱词，请您责罚我。你是谁？我是碧云。功
日渐精进。师父，我愧对你对我多年的栽培。师父虽教你戏比天大，但人非圣贤，记住这次教训，不可有下次。不会有下一次了，师父。天大的事情，上台前都要放下，放不下，绝不登台。好，不要难过啊。好，好，嗯，记住就好。王雨军，你能不能快点啊？领导，我这头上带着伤呢，你不能体谅体谅吗？伤是你自己打的，我给。领导，你就不能对我说句暖心窝的话吗？我给你个暖人心窝的瓦尔图掏心拳，你要不要？要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我拉车来，你推车。行，上车，走吧。走啊。黄海娟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结婚了。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我承认我之前说要跟你结婚是我一时冲动，也是我赌气，但咱俩是好哥们，我不能害你。是因为我打了陈向东吗？不是，是我后悔了。后悔也得回家。来，坐上来吧。还没上漆，先不上了。人说呀，刚上完汽油味儿，对身体哦，尤其是对宝宝不好。所以啊，咱们以后再上。等过一段时间，挑个你喜欢的颜色，咱们再刷上去。向东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爱你，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孩子，还有我和我家人的名声。我不值得你爱。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怎么样都行。可是我不能装作自己在爱你，我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自己。小雪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这步，多不容易。所以小雪，别想太多了，让我们两个好好珍惜这个机会，也让我好好爱你，好吗？知道阿尔兹海默症吗？知道，就是常说的老年痴呆症。
病人会慢慢的失去记忆，丧失自理能力。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师父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医生说这是治不好的病。这个病可不好治，全世界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。哎呀，你也别难过。咱们有时间呢，多去陪陪他老人家，陪他做一些开心的、高兴的事儿。真希望我替我师父得上这个病，什么都不记得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要记住我。我知道你最近呀，工作压力比较大，家里呢又有那么多的烦心事，现在你师父又得了这种病，李月，你要是觉得撑不下去，你跟我说，我替你分担一些怎么样？不是，你要笑啊，笑起来。你不是一直说要苦中作乐吗？你还说我这个丈夫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逗你乐，哎，如果我逗你乐不起来了，你就不要我了吧？我笑不出来啊。啊，那就哭。对，这个笑比哭好嘛。哎，开心的笑起来。还是别笑了。哎。来，德德，我也喝一个。啊！别！你不能再喝了啊！你这头上还有伤呢。我替他喝。来，德德，别喝。来。干杯。嗯。梅姐，这少喝点啊。我不拦着你喝酒，但你喝之前你吃口菜，再吃口菜。哎，对，梅姐，你再吃这猪，我妈做，专门给您做。嗯。成。嗯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我们要敬这盘好吃的猪肉，再喝一杯。对，来，嗯，哎，你别喝了。嗯，德子，嗯，你今儿个是又送吃的又陪喝酒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有病快放。年老食不沉，我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过您呢？嗯，是这样，我妈的一个表弟，我的表舅，家里一头养了一年多的大猪。昨晚上光荣牺牲了，200多斤呢。指谁呢？没那意思，哥。这要是卖不出去的话，那可全家喝西北风。梅姐，您看您神通广大，能不能给想想招，卖到你们食堂去？等等，啊，说什么呢？啊，你这不是逼梅姐犯错，拉她下水吗？啊，你那猪要是吃坏了人，他不得？被开除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他醉了，我可没醉。这事儿咱不能干啊！哎，你瞧你说的，你把兄弟当成什么人了？那梅姐跟咱什么交情？我能那么害她吗？那猪肉我昨晚上也吃了，你看我现在我像吃坏了吗？